化什么妆，然后跟汪星磊，汪星磊今天也很憔悴，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我们的，结束了他的比赛，不是我们的比赛。我觉得老师会觉得哇，在比赛的感觉。我这样穿会不会直接被封？不会啦，避障不会啦。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超市给你们介绍一下，你如果在泰国然后想买一些手信，我们广东讲手信嘛，就想买一些礼品回国去送给朋友或者说自己用，哪些东西是推荐的，哪些东西是不推荐的，先一一介绍给你们。首先关于我们的化妆品区呢，像 Miss Teen 的这款睫毛膏，我是特别推荐的，是我很喜欢的，价格是159泰铢、嗯，自己去算一下汇率，好便宜哦，159泰铢。对，然后看一下哈 ，Miss Teen 家的我基本上我就是喜欢它这一个，然后它还有那个眼线笔。啊，这个有，它有银色的跟红色的，其实用起来都差不多。然后我也是159泰铢，两个都是159，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产品。然后你们如果来这里的话，可以买一下这个，飞蜜的这个很好用，粉饼吗？对，才139泰铢。哦，怎么比 Miss Teen 还便宜啊？而且它是大品牌，是值得买的，小傻瓜们。就千万不要再买这些牛奶，买很有名，泰国必买的，我都有买，很不好用。对，而且你看才109泰铢，很便宜，才人民币20几块钱。面洗面奶对吧？对，然后像这个冰淇淋霜也是不好用的。对，都是网上推荐的。这些什么蛇毒这些东西，他们泰国人都不用的，这些东西不用买哈。像什么蛇的，你看那些罐罐的价格。499啊，399啊，699啊，499，还有这个布子的，这也是系列，也不要买，都是推荐的。啊，马上在关灯哎，哦，他们要闭门了。对，我们赶快买别的。你要继续推荐吗？来看这里，看这里，看哪里？这里。推荐你们买的就是欧莱雅的系列。对，欧莱雅是。为什么推荐它？因为它价格便宜。而且欧莱雅是大品牌，是值得信赖，它等于是我们国内的5折、嗯、所以如果说你自用或者说给长辈妈妈用都是不错的。像我的话，我会最喜欢这款晚霜，欧莱雅这种晚霜599，我拿它去擦脸擦脖子我都不行。529很便宜耶，529是泰铢哦，不是人民币哦。它跟泰国免税店有区别吗？价格免税店会便宜再一丢丢，嗯，对，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哦，买都差不多的啦。然后像欧莱雅也是很便宜，嗯，卡尼尔这些也可以买，这些都是你看卡尼尔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线可以买，那、嗯、这里可以买卡尼尔啊、欧莱雅这些东西，就是特别推荐泰国的这个粉饼，嗯，它的名字叫西藏，西藏推进那个镜头。几张的粉饼很好用啊，散粉很好用，这个牌子它真正品牌它叫几张，超好用的。好用在哪呢？就是夏天特别干爽，夏天用特别干爽，它不会脱妆，不会出油。而且它是透明的，我刚按完，我现在脑子有点不清不楚 ，sorry。控油效果会比较好，控油效果特别好。哎、嗯欸，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个试一下。好啊，好啊，拿一个吧。成功安利给新伟，但是你有没有散粉呢？我虽然 Make Up Forever， 但是我觉得一般般啊，用的效果。我觉得这款比 Make Up Forever 好用，那就试试看啊。OK， 耶，多，小孩，耶，多安利了。What happened？我的害怕，我的鞋子好可爱哦。好，过来。那不知道收在哪里的话，像这一些东西很好用的。哦，我知道这些用的。对，这个是它有分热的跟凉的。你看这个价格，这个420几包啊？买四送一。这个机场应该也会有吧？我记得机场免税店的。5包420，有写泰国必买。对，这个是好用。哎呀 ，What happened？ Sorry。哎呀，你是超市毁灭者。我有时候腰酸背痛。
这个反而比较便宜，也是58，然后这个可能在打特价吧。不是295吗？295现在，然后这个是420，它这个是凉爽感的。然后像我的 happen， 超市人过不来一点看你。然后下面这个是热感的，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热感。然后它有这个加这个，我有时候实在太痛苦了，我会先买这个，先涂了，它也会发热，然后再配上这个，很爽。这个可以买，然后这个也可以买，这个才169，这个才169。然后像这些东西。我们国内就有了，没有必要在这里买。对，这个好熟，这个超市有卖。万金油啊，超市有卖。这些没有必要在这里买。拿些什么？很红的这个，很红的这个什么泰国地板？这是什么？这个也是万金油一样的一个道理，你没有必要买，知道吧？然后你看，一个大号的，还有青草膏的。对啊，大号才75，小罐的才39，然后这种小小罐 mini size 的才21，很便宜的。然后你看这些鼻通这些东西可以买，但是买一个就行了，没有必要买到一串。一串买过。对啊，你是有多少鼻子需要去吸？哪一个好啊？然后那个紫色的比较好。这两个是一样的，它只是不同的那个配的不同的包装。对，这个很好用，但是不是油壶吗？可以用的我。对，我用这个蛮好，你可以买那个大的，对吧？这一大是一个牌子，但是它是一个系列，就是一个包装。有没有广告费啊？没有啊，这家超市应该给我一个广告费。那我要买西瓜，哪个？哦，这个好吃。我告诉你们，你们来泰国的话，你们可以来吃这个。不要再去买什么小老板海苔了，我还喜欢。小老板也喜欢，不好吃。小老板我也喜欢，这个、好吃。小老板我也爱。这个、牌子是真的好吃。这是南瓜吗？南瓜口味的。哦，我南瓜的也想要。Buy one free one， 我买一送一哦。We love。那就买。我最喜欢是这个五谷杂粮的。哦，那要不南瓜加五谷杂粮。看看59泰铢买一送一耶，这个比小老板好吃多了。你们不要再买小老板，小老板真的不好吃。你真变，秒变贵姐。它就是这个颜色啊。秒变贵姐。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它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头发颜色出来不一样？你这个颜色加上这一个，你如果说里面有颜色，然后你加这个颜色，它会做一个鉴定。对，然后你买的就是这个浅色，不是这个红色。我都不敢买，我这么懂的书。但是我建议你还是不要，不要自己染，还是去正规的发廊去染。狗，哦，很高，好可爱。它好像西施狗啊，它屁股好可爱。不是，它屁股好像是个，好像一个狗的脸哦。可以。好可爱啊，西施吗？它是。它爬爬路。爬挂路路，呜呜。它爬在过路。好可爱，想要别人抱它。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喜欢的耳朵。啊，可以。它走了之后还望你一眼。哦，这个走快了，好恐怖啊！你吃泡面吗？不吃。啊？不吃。为什么？因为泡面很上火。我要买个泡面吃。我
好久没有吃泡面了。我吃一下这一个，别再扣它了，它会痛的。你们来这里的，你看，你今天就是商场的，就是破坏者。你们来这里可以买这一个口味的泡面去吃一下，是新出的，然后它是咸蛋的拌面，哦，那咸蛋黄的拌面，买两个吧。来一个，你试一下。你不吃吗？我要吃辛拉面。哇，这个吃的我拉肚子。最爱就是这个。这个我吃到拉肚子的时候，屁股都会痛。屁眼都痛那种。但是我最爱的是辛拉面。好。特写屁股。哈哈哈哈笑死我！啊？他不可以用微信付款吗？对呀，银行卡也别刷了，也不行，他不用你代付。放心了，我的手机呢？手机在这个袋子里啊，刚才。手机呢？啊！手机在。等一下，有没有镜子？手机在这里，他问我现在你的手机呢，然后我说手机在袋子里啊。好了，接下来就是臣妾请上。你们上次问我说泰斯是哪个品牌，就在这里了。 Jim Thompson 泰国第一泰斯品牌。Can we do the video?Also introduce my friend, com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泰丝。什么是泰丝？就是泰国的丝绸。好吧。然后是这边呢，它就是一些床上的用品。床上的哪些？你看，记得这一个好看花纹没有？好看。你看。好看，我最喜欢的它这个经典的就是这个花纹，我觉得这个好看哎，哦，哎，这是那个牌子吗？对啊，就这个牌子，这个包包的牌子吗？对啊，我想买嘞，可以啊，来看啊，我想买它的包包，我们可以来看，超美的，我就是喜欢这个花纹，这些都是枕头套，哦，那边来看一下，看它丝巾啊，还有那些包包，我很喜欢包的，嗯，哦，记得吗？我家里面有一个这个，哦，是这一个。嗯，这一个，然后它有领带哦。这种小小的也好可爱。你看这个是最新款，这个有一个流苏。然后这种也好看。对，是不是？是的。他家蛮度假风的。对。衣服就在这一区了，很适合度假穿，但是质量感觉还不错，质量很好，料子很舒服呢。这个、没有看到你那个包包的，因为我那个包包已经卖完了啊，这个是限量款啊，我就喜欢那一个，是限量款，它没有卖，那段时间卖完就没有了。还有吗？所以你们可以固定有时间就来了就来逛，因为来逛了之后你说不定你们能够喜欢上子。好可爱、哦！你看，心里找到了一款合适他的包包，这款是真的好看的。那这种帽子也好看呢、啊。嗯哼，送男友、送爸爸、送妈妈、送这个岳父。买一个送给安东尼。Who is 安东尼？我觉得安东尼很适合这个颜色。谁是安东尼？大家猜。那然后你把安东尼照片剪在这里，安东尼这里放在这里。保护安东尼，不让你们看到。为什么要保护他？被大家看到也没关系。哎，这个小包包好可爱。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包包质量一般，还是喜欢大，这大象。要买就买大的。这个大象也太可爱了吧！它只能这样拎哎。对，它质量质感没有很好。
哎，这个是你那时候买的那个吗？啊，对，这个好看。这个你的是另外一个颜色，我是给我妈妈买的，然后我是帮我妈妈买另外一个颜色。对，有没有别的？这个好看，有没有别的颜色？对 ，another color. Yeah, this one. Two. Just two color. Show me another one. Thank you. Do you have limited? Limited bag. 限量是 limited 对吧？对。Do you have limited bag? Limited. Yeah, limited bag. Limited bag. 哦，这种也好可爱啊！啊，对，这个好看。嗯。This one. Which one? 哦，这个颜色。嗯 ，purple. 不适合我。这颜色。这个好看，对，啊，这个也好可爱哦。我，这个是你的那个包的不同色，对，好多了。钱包是大象的，嗯，好可爱，这应该是放眼镜的吧。是个老虎多点，因为掉了。因为他我觉得比较年轻，我反而不是很喜欢这个。那、这个是我的风格，嗯，哈哈，可以围着，对，可以绑头发，绑在头上，也可以绑包包，我觉得这个蛮好看，因为它颜色比较年轻。但是你那个绑在那个头发上的话，就不能够买这么大条。对，这个适合当披肩或者哎，可以绑成衣服。对啊，它就是沙滩沙滩的那种感觉。好吧，所以呢，你们如果有来泰国的话，可以来到泰国曼谷的 Central World， 然后来这家店，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Jin。噔噔噔噔噔噔。泰苏 Number One， 猜买，猜买，猜卡。好崩溃啊！所以记得一定要来这里哦，千万不要来这里，来，千万不要来这里，千万不要来这里。曼谷包吗？我你看，我一下就猜到。要曼谷包，因为它的底材真的很老土。我有买哎、欸，而且很便宜。我有买、欸，很 low 卡。我买了很多，记得很 low 卡。我买了很多，所以你是一个没有品味的人。我拿来送人的，送人小礼品，想说就是要对朋友好啊。你好，花钱就花钱。没有啊，因为它很有名啊，那拿回去啊，是很有名的。曼谷包，它叫曼谷包。我那时候来这里排队排很多，好喜欢。那个安东尼拍的合照，最新的广告我跟安东尼。好，我 P 上去，我会把它 P 上去，满足你的心愿。这就是爱。确定易做到的，我相信。